大家好，我是四维 Derek。四维，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这个专辑，那你的专辑到底什么时候出的？就是9月、10月份。最近很忙在筹备这个专辑了。对，还有也是在筹备一个歌舞剧，就是要演歌舞剧《美丽世界》。歌舞剧。对，那你这次要呈现的就是歌舞剧方面，你有没有很紧张？会，因为是我第一次演歌舞剧，所以又要唱又要演又要可能要跳。欢迎蔡思维。